NBA 勇士小将波尔近三战超越科瑞，分别砍下31分、26分与25分，三次拿下球队最高分。MLB 光芒球星祖尼诺宣布用表现争取到下个球季$700万合约。拒绝执行300万球员选择权的洋基左投罗德里奎兹将拿到$500万买断金，成为自由球员。世界竞速溜冰锦标赛，台湾队杨和珍拿下一金一铜，赵祖正抢下一银。威斯康星州 Previa Health 宣布终止与绿湾包装工四分卫阿隆罗杰斯的合作关系，主要原因是他不接种新冠疫苗。东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